巴基斯坦计划停产枭龙战机，采购 FC-31 的规模不会太小。这段时间，巴基斯坦空军在获得枭龙3和歼十 CE 之后呢，一路凡尔赛。先是在印度河顿演习中用枭龙3击败了美制的 F-16 和 F-15， 后来呢又派出歼十 CE 到卡塔尔踢场子。巴基斯坦的自媒体甚至宣称，歼十 CE 在这场演习中对阵台风，打出了9-0的战绩。这么玩下去，巴基斯坦空军就尝到了换装新一代中国空中作战体系的甜头。但是远远没有止境，因为巴基斯坦空军的将领随后就表达了要采购 FC-31 战斗机的意愿，这将让巴铁有希望成为伊斯兰国家中唯一列装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巴基斯坦来说，其空军现代化离不开中东土豪国家的资助，需要其在各项演习中展示实力。而秀肌肉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巴基斯坦似乎有了更大的野心，那就是计划停产枭龙战机。来自巴基斯坦国内的消息称，该国计划在2025年之后停止生产新的枭龙3战斗机，转而拿出更多资源购买更多的歼十 CE 和 FC-31 战斗机。巴基斯坦空军现在列装有将近160架的枭龙，包括3个型号。如果持续生产到2025年，预计其整体装备规模将达到200架以上。这对于一个中等国家来说已经是相当多了。那么按照巴基斯坦媒体的消息，停产并不等于关闭生产线，而是转而改装早期列装的枭龙1和枭龙2战斗机，让其换装有源相对雷达以及霹雳15空空导弹等武器。巴基斯坦空军对枭龙的定位是多用途战斗机，主要承担对地打击任务。枭龙3将用于替代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歼7P 和歼7PG。 一旦未来拥有200架以上的枭龙战机，那么其对陆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将全面超越印度空军。歼十 CE 原本要替代巴基斯坦空军的 F-16 战斗机，但是在准备采购 FC-31 之后呢，又有了新的变化。歼十 CE 将用来替换幻影3和幻影5战斗机，而 FC-31 将用于替代美制的 F-16。 相比于枭龙3，歼十 CE 拥有更好的飞行性能、更大的载弹量、更远的航程和更好的机载设备，其空战定位更加突出。而 FC-31 隐身战机到了巴基斯坦之后，很可能是一款多功能的战斗机，也就是要承担夺取制空权和执行穿透性对地打击的任务。按照 FC-31 在国内的试验进展，巴基斯坦空军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开始接装其陆基版本。如果这么算下时间的话，正好与枭龙停产相吻合。而巴基斯坦一旦拥有了 FC-31，考虑到印度空军在2035年之前几乎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那就意味着巴铁空军将拥有长达10年的碾压性空中优势。而且这个周期可能会因为印度隐身战斗机研制计划的失败将持续几十年，未来隐身战斗机领域的顶尖玩家就剩下中美两国了。印度在采购 S-400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之后呢，不可能获得美国的 F-35， 而巴基斯坦却能从中国获得不断得到改进的 FC-31， 这个差距只会不断被拉大。有人会说，巴基斯坦的国力有限，外汇储备不多，他们有钱采购中国的 FC-31 吗？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如果巴基斯坦在采购隐身战斗机的问题上得到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资助，就不会存在严重的资金困难。该国空军现在有76架 F-16 战斗机，这些飞机的寿命已经快到了，如果他们下决心用 FC-31 来替代这些老旧的 F-16 战斗机，那么采购量有可能会超过40架。如果决心同时用歼十 CE 和 FC-31 来替代他们的话，那么其采购规模也可能会超过24架。未来的巴基斯坦空军
有中国研制的预警机 JDK03、 隐身战斗机 FC31、 半隐身战斗机歼10CE 和 3.5 代枭龙3战斗机。那么这个实力在全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国家之中都是绝对的碾压性领先，对印度空军而言则是跨代的技术压制，可以说非常强悍。